半年来，蔡英文至少六度强力游说，都在试图改变林佳龙参选台北的决心。蔡英文上周又三度约询林佳龙，恳谈约一个多小时，林佳龙才终于答应转战新北。林佳龙的这一戏剧性转变，被不少蓝营人士批评是把新北市当成备胎，是无鱼虾也好的次等选择。就连此前一直避谈选举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也颇有微词。林佳龙去选新北，其实是民进党内博弈然后妥协的一个结果，它并不是一个理性选择的一个结果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之前林佳龙他其实一直在积极布局台北，他是想要选台北的，而进一步为他以后的政治上进一步做准备的。但是蔡英文其实并不希望他选台北，所以就会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施压，甚至就是拿出派系利益来施压林佳龙，最后让被迫去选了新北，而把台北留给了陈时中。当然这个目的也就是说蔡英文想把权力掌控在鹰派手里。在新北市，侯友宜他本身具有连任优势，同时他的施政满意度也很高，所以民进党想在新北挑战侯友宜其实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。而这林佳龙他自己也清楚，所以他是被迫去选新北。当然我们看到今天这么双北的一个结果，其实从这里面也可以发现说，蔡英文他当然关心选举，想赢得选举，但是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牢牢地掌控住民进党内的权力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